想点点歌，对不对？大家，听我说，我的直播间可以点歌。我们有一个小游戏，就是每15分钟总结一次榜一，这个榜一就可以点歌。你有什么想让我唱给你的呢？就可以在这个时候点啦。来点歌了，哇，终于姑妈终于点歌了，谢瑞琴您，哎，大姐姐，对呀、啊、对呀、啊、快点点我的关注，挂我的粉丝牌吧，快成为我粉丝团中的一员，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玩游戏吧。哎呦 W 妹妹来了，我跟你说 W， 我之前好像是在李天天的直播间看到你了。
你又被我抓住啊，你承不承认？别以为我那个不是我，真的假的？那个不是我。怎么证明不是你啊？啊，三个金弟弟来啦！喜欢我的呢，也可以点点我的名字，然后我的名字那边有一个礼物橱窗，你可以冠名哦。这个冠名了之后，你再送的时候就显示这是由你冠名的礼物，特别特别酷。拜托拜托，完成我的小心愿吧。我只有你的灯牌，可是你被我抓住看别人了。那你今天要不要哄哄我？没有了，那个是个谈话类的博主。我们今天也玩那个点歌小游戏吧。我们直播间就是开开心心的每天都玩游戏，就是要不就说话，要不就玩游戏。我们从九点开始算，9:15的时候榜一可以点歌。对对对，主播是歌手演员，我是偶像出身，然后我现在在做歌手演员。好多人叫 W 的，是吗？好吧，暂且相信你。15分钟一次榜一可以点歌，你有想听的让我唱给你听的歌呢，就可以冲一下榜一哦。然后呢，你对我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可以有描述啊，可以有一个嘉年华来还。如果你送我一个嘉年华，你就可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回答你。有没有人想问我问题呢？或者那个天宫，我还没有收到过天宫一号，如果那个的话也可以，他们两个是都可以的。 Hello， 这个叫我 DDKLU， 每次就只知道叫我老婆，但是他又不挂我的粉丝。都听懂规则了吗？每15分钟榜一点一次歌，天宫还有那个嘉年华那个就可以问问题。哎，那个格子地板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嘉年华是有一个格子地板的，每次地板一出现呢，就等于说嘉年华来了嘛。格子地板，天哪，这不就是我的东西吗？华子，当然说，如果说你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的话，你只是想说对我表达，主播我真的好喜欢你，张宇哥我爱你，你也可以送啊，那样更酷更拽。SNH48，我现在已经不是 SNH48 的成员了，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现在是张宇哥，是个演员和歌手。这个 DKULU 这位朋友，你可以给你关注，加入粉丝团，然后和我一起玩哦，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有很多作品的，你可以搜。宝贝好可爱，谢谢你。你要不要听歌呀？哎呦，自然醒，自然醒，你来啦！你今天要不要听歌啊？
都嘴瓢了。你今天要不要听歌呀？你要不要问问题啊？或者你要不要就是用一个嘉年华表达你的爱意？你不要觉得嘉年华什么的很贵，然后一个问问你一个问题很贵，其实这是你的一种表达，是不是？你看，不管直播间谁问我，我其实都是在一直在回答大家问题。大家只要问我问题，我都是在互动。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会送一个嘉年华来表达他的爱意，而不是我拿这个去买他问我一个问题。谢谢 WIT。看来今天的这个榜啊，榜一啊，真是未定，因为好多好多新人哦。谢谢，有很多很多新面孔，很开心认识你们，很开心和你们一起玩。对的对的，我还在七三四。进来的朋友们，进来了就留下吧，就不要走了。点点我的粉丝团关注吧，和我们一起玩游戏。晚上好，晚上好，海姐他妈晚上好。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啊？9:15的时候，啊，榜一就可以点歌哦。谢谢这个 KKKKK， 现在这 KKKK 是榜三。日代，嗯，我也好喜欢一季哦。榜一可以让 Taco 唱一点的歌，对，三个星啊，三个星一总结很好，每15总结一次榜一，你想让我给你唱什么，我就给你唱什么。小慧问是不是上过青你？对，上过青你，2年前上过青你。我昨天打了好久的，也不是好久吧，打了好几把王者荣耀。昨天还和就是瑞哥、周子倩，然后大哥一起玩了。我本来想说，不是说出新英雄了吗？我本来想去看一看，然后一下就被抓住了。这个什么什么东，对对对。不认识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太那个字不认识。把帽子摘了，我不，我怕美到你。新英雄真的很适合上分，我昨天又练了一个新英雄，叫云中君。对对对，帮忙送一送免费票，助力榜打榜，这样子我就可以上人气榜，然后就有更多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他的晚风说要当野王了吗？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打野，我人生中第一次打野，还蛮酷的，他是飞的。
谢 KKKKKK。现在的榜一还是三个金弟弟。公麦，你不冲一冲吗？你又在这儿又抓着我的嫦娥说话。云中君有一个皮肤特别特别帅，是吗？自然形容可以做我的瑶吗？对哦，瑶和云中君是一对，但据说他们都很嫌弃这个云中君的这个和瑶的情侣皮肤。蛋蛋，蛋蛋，你现在拱别人，你自己也不想点歌吗？蛋蛋，你被我抓住了，蛋蛋。超星星看我射击不错。哎，我是很努力的在练射击，但我那个时候心态出现了问题。蛋总，可惜是限定版。对啊，不是限定版他们也嫌弃，限定版现在是得不到了。 Hello， 你们所有的留言我都在看啊，你看看我的直播是不是很划算，比那个什么什么云握手啊、云店员啊、什么什么见面会啊，就只有10秒20秒的要划算多了。我们可以一直聊天，哪个云直播啊，云什么云握手给你握个几个小时啊。点上方小星星帮我点点赞吧，送一送免费的人气票吧。对，我在和四八抢生意，我就是明摆着和四八抢生意，因为我这里更划算，你们可以跟我一聊就聊一个多小时，然后还可以一起做游戏，一起唱歌。我不是退团，我是毕业了，这个 LKKYY。 酷盖今天没洗头吗？我可是天天洗头的好吗？美丽不打折姐妹加入粉丝团吧，喜欢的朋友们呢请帮我点点赞，然后送一送免费人气票，让我更有人气吧。先帝，我不属于四八了，我现在是演员歌手张宇哥。你今天要不要听歌呀？树懒太慢了，你来啦树懒。什么时候唱歌？每15分钟一次总结榜一，榜一可以点歌。这一次的总结时间是9:15，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唱歌的话，你就可以冲一下榜一哦。然后如果你有想问我的问题，你就可以送一个嘉年华，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当然直播间所有人我都是互动的，所以呢其实表就送嘉年华只是一个你表达爱意的方式，但是我毕竟是艺人，我艺人出身，我就是改不了。你送了我礼物，我总想给你整个活，给你干点什么，表演个才艺。那我就想说，虽然你送我嘉年华是为了表达你对我的真挚的爱，但是呢我还是想回报你一点什么，所以呢就变成现在的这个形式。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对啊，因为我本职工作还是做偶像做演员，我就总是心里有那种艺人心态，我就是想你给我送个礼物，我就总想干点什么。嗯，B
毕业了不算脱离四八，我还在四八公司。对的，这也是我作为主播不太好的地方啊。等我就是可以心里能收礼物的那时候，我就是真正的一个优秀的主播。还有四分钟啊，想听歌的人快冲一冲榜一吧，你可以点歌哦。对对，我属于四八，但不是四八。Sandy， 你要不要听歌呀？Hello， 刚刚加入我的直播间的人，点点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吧，这样你就可以每次都刷到我，挂上我的灯牌，我们一起荣耀。蜡笔小妹儿，你怎么没有加入我的粉丝团呢？我只跟加入挂我灯牌的人玩，我每次都要说的，可是你们每次都不记得，你们就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太过分了，你们是不是欺负我？这个雷公不 PK， 但有人竟然邀请我，我不认识人，邀请我 PK。而且他目前只有两个观众啊，不行，我能打起来，要跟我能打起来的人才能 PK， 不然没意思。我可是很有胜负欲的，马上加入。哎，怎么这么多人要用 PK 啊？徐子昂是谁啊？不认得。是不是我粉丝？我 PK 可是要赢的。我每次 PK 前，我们直播间我们立个规矩，我们立个，对，我就是要立规矩，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独裁。我们以后每次 PK，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次 PK 都是一起去战斗。所以呢，关于要不要 PK 这件事，我们所有人一起决定。如果要 PK 呢，就可以在公屏上扣一啥的，只要大家都同意 PK， 那我们就抱着必赢的决心去 P。 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邀请我 PK 啊？你们要 PK 吗？啊，还有两分钟哦。不过所有的 PK 还是在排这个顺序，还是排在我们的这个游戏之后的。如果我正在跟大家玩游戏，还是以我们的游戏为主，毕竟直播间里的你们是最重要的。你要不认识，扣二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抱着必赢的决心去，因为我知道抖音大家都玩的比较猛啊。 W 妹妹、谢谢，还是你对我最好了，谢谢你，太酷了，你是今天第一个嘉年华、你是第一个嘉年华，你让我看到了格子地板，让我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哦，15分了， W 你可以点歌，你也可以问问题咯。哎，你们可以，你们得叫他老板的，我可以叫他 W 妹妹，你们叫他 W 总、W 老板都可以。W 妹妹叫 W 爹也太那个了，你们不要叫妹妹哈，这个直播间你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都是我的，你
姓王，好，他说他姓王不太好，那你们就不要叫他 W 总。哎呦，奶总来了，今天奶总是怎么想的？要不要冠名一个天宫啊？怎么这么多人邀请我直播？小吴说戴帽子挺帅的，谢谢 W 妹妹点歌。上好的青春，上好的青春是什么歌呀？哎呀，我打听上海的青春。我没听过哎。小塌子不太会这个。我的直播间好贵气，他的 SHE。我也喜欢 SHE。不行不行，不能是这个版本。哎，上海的青春应该有，别的版本吧。没事。要怎么会是你？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
首《上好的青春》送给刚刚点歌的 W 妹妹。希望大家喜欢，也谢谢你点这么好听的歌。谢谢嘉年华，嘉年华妹妹 W 妹妹还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问题或者你可以一直想，或者你可以说你不问了，但是呢今天直播结束之前我都帮你记着这个事儿啊，你有一个问题攒在你身上了 W 妹妹。然后刚刚已经结束了上一轮的游戏，就是我们有一个15分钟总结一次榜一，然后可以让我唱你想听的歌的这么一个权利。现在是9:22，下一次的截止时间是就算9:25吧，下一次截止时间是9:40。9:40的时候，榜一可以让我唱一首你想听的歌哦。蛋总今天给我送10个嘉年华，怎么？你可以支配蛋总吗？蛋总也可以，就是说，呵呵，你以为我不会哈？我今天就送。你是不知道蛋总有多拽，他是你助理，嘿，他是你助理怎么了？他能送？哎呦，公妹在证明自己啊！哇，公妹在证明自己啊！行。你说什么是什么？哎呦，你的宝来了！你的宝今天想不想听歌？你的宝，俺的宝。要不要问问题？你猜我想不想？那我应该猜想呢，还是猜不想呢？如果我猜不想的话，其实你想，你就会想说，哎呀，一下子犹豫了，那我今天是送还是不送，问还是不问呢，冲不冲榜呢？那我要说想，那你其实不想，那你就是等于是一种反套路啊，怎么的感觉我都不对啊，你还是自己决定吧。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在这个直播间证明自己，直播间里的所有人都会对你头上尊敬的目光，你可以自己去考虑，这个在你的人生中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你想你在现实生活中你不一定能有这么多尊重。涛涛说宝贝今天好帅，谢谢。对吧，在我这儿就是能得到在你生活中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轻易得到的关注与尊重和快乐，大家一开心就会给我送礼物，这个就是有来有往的，直播送礼物就是天经地义的。你想你现在你看电视你还知道交这个电视费，你上网还知道交网费，那为什么直播就不能收礼物呢？还有15分钟，从现在开始算的，40的时候还有总结一次榜一。
谢谢 W。 对，这是一种为你的情绪价值而买单。我感觉我昨天睡得太晚了，我今天就有点累了。云中歌消耗了我。想看直播间下嘉年华语，我也想看，可是我可能看不到了吧，因为大家对我都是省着来的，就很愿意在外面给别的漂亮的小姐姐，比我漂亮的，比我这儿喜欢的小姐姐刷，但是不想给我刷。连胜了吗？我很少连胜的，我很少用到连这个字，就像我上次 PK 差一点就五连胜了，然后我就输了。这个带什么叫我宝贝，你还没有挂我的粉丝灯牌，你不可以叫我宝贝的。没有比我漂亮的。真的吗？没有，只给我刷。那你今天会刷吗？三个金。我今天怎么这么多愁善感？没办法，生活苦啊。现在直播是我最好的工作，我要努力。很少有这种你们对我直接表达这种支持，还有爱意，还有一些就是你们懂的，然后我就能真实的收到的。他的戏说喜欢的朋友们，麻烦帮我的直播间点点赞，然后让我的直播间变得更有人气哦。今天的观看人数不行啊啊！大家快帮帮我吧！或者送一送免费的人气票，也可以让我的直播间会被更多人能看到哦。没有快解封了。晚上好，晚上好，刚刚进我直播间的人，晚上好。对呀，两个嘉年华就能进入新人榜单了。多帮我送，对对对，谢谢大家帮我送人气票，让我的直播间更更上涨一点。对方看了一眼，表示不想理你，啥意思？喜欢我的朋友们，赶紧点点关注，挂我的灯牌啊！怎么不舍得挂我的灯牌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挂我的灯牌就是为了出去浪，在我这一棍子打死。点点关注吧。现在是6.7万点赞，我们今天第一个小目标冲到10万点赞，每个人可以点3000个赞。大家知道吗？我现在可把这套学的可明白了，每个人可以最多点3000个赞。多多帮我点赞。为什么戴个帽子？因为今天想
想戴个帽子，因为每次都是可爱甜美，然后偶尔也想就是酷一下，反正你们看一下不一样的我，看我是不是对你们非常非常的上心，这还不表示一下。拇指痛要啪口夸夸才点得动，你们最棒了，你们最棒了。我们是上次的第八名哭的那个吗？是啊，我的第八名的时候哭了。你考到第一的时候你哭了吗？我得了第八我就哭了，你考最后一名的时候你也没哭，你可真是太坚强了。你姐姐的，你姐的秋秋没有脸皮哭，厚不哭？没说你啦，秋秋。秋秋要不要点歌呀？啊，三个金，三个金弟弟，看来你是在外面啊充值回来了。很好，就要养成这种充值习惯。说充就充，给你一个赞。现在你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啦，三金弟弟，还有 W 妹妹，我好几分钟没 Q 你了，你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是你想攒十个问题再问？在线要钱，这叫在线要钱吗？你看我直播你一点也不付出吗？我不要你免费看，你出去吧。你不是我们的一员。哇， W 又冲回来了。哎呀，奶总幻月之城，奶总，你们在看神仙打架吗？我也觉得今天有点神仙打架的意思。手不要停啊，帮我点赞啊，每个人可以点3000个赞呢、啊、只有两个没有冠名的礼物了，这么厉害，我们这么厉害呢，我们这么厉害呢。哎，我删了个什么东西。恭喜奶总冠名幻月，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幻月。幻月也可以问问题，哎，幻月可以吗？哎，还是天宫啊。我看一下这个，可以搞起。财迷他狗，谁不喜欢钱啊？你不喜欢钱、啊、而且我觉得在直播间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事情，也不是有效率吧，就是很有价值。谢谢三个金不是心，谢谢三个金弟弟。至少我不用再想说，这是唯一一个，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不用再想说我为公司赚10块钱，我最后能不能分到1分钱，不用再让我
去猜测这件事的，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大家的爱可以直接给到我的这么一个工作吧，所以我很珍惜，我很珍惜现在的直播的这个机会。不用再听公司啊那些什么理由，而克扣我的。神仙打架，那现在是并列吗？3.5，还有4分钟哦。私人飞机来了，W 老板，如果公司在中间，到手2000。今天要点歌了。刚刚有人说哪位辞旧，虽然你没挂我的灯牌，但你的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10000，我能拿2000。我给你们大概估计一下，如果我赚了10000块钱，我能拿到多少吧？像以前我们每一次出席那种，就是比较不管是什么台，什么湖南台，什么这个东方卫视的晚会，我都要在想，这一次我能不能拿到500块？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呀，哎 ，W 没有冠名成功了，好厉害呀！W 妹妹，哎呀，我们点赞到10万了，哦，这么少，我都习惯了。可就算那么少，我还是每次都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做。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团里可是很拼命的。我只是想着说，虽然说我现在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哑不亏，我只能自己吃，因为有那么多爱我的粉丝在外面看着我，等着我的表现。10万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能不能冲一个15万？W 妹妹现在是这个榜一，还有1分钟，3个金弟弟。这一把到底是妹妹赢还是弟弟赢？还有，妹妹现在有几个问题可以问啊？2个问题。弟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对不对？守护神，谢谢。冠名只有最后一个席位喽。还没有到TOTA的时候还有1分钟。哎呦，回来了，是不是回来了？哎呦，没回来，回来了吗？弟弟还是妹妹？啊，弟弟。3个金弟弟赢了，三个金弟弟点歌，金，小草与玫瑰，张卫健的。弟弟回复这么快，肯定早就想点歌，终于被你点上了。小草与玫瑰，这个我好像没听过哎。我真的没听过，这个怎么办？我给你跳一个。
这是什么歌单啊？你有点，你歌单有点老啊。个子不高，看不到，介绍，我真的不会，不能。算什么？不看我飞过的鸟，在胡闹，也知道交换不了。爱了一世，我荣耀。一首《小草与玫瑰》，一支舞，一支《小草与玫瑰》送给三个新弟弟。弟弟没亏，弟弟无脑。我不会自卑。中午问不懂就问是不是喝了。是草燃烧，也知道草高攀不了，不了。玫瑰花已经是我荣耀，玫瑰花我忘掉，你把我忘恨之后。当你我的好，是也知道小残高攀不了，能看到玫瑰花已是我荣耀。也是唱歌爱跳舞我都来，希望在我干枯以后，你会晓得我重要，真的我重要。被我混完了一首歌，三个金弟弟你满意吗？太搞了，太搞了，太搞了！也就这个事，也就我能做出来。我太搞了，弟弟，谢谢你让我有这种表现自己的机会，这种即兴舞蹈、即兴演唱的机会。唉，终于展示出来了！这么十年啊，我练就了这一身本领，我终于在这个时刻展现出来，我谢谢你给我这次演出的机会，让大家看到了我更多的一面。努力上个上班一下，小胖章鱼哥，这好土啊！你还章鱼哥，那十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如加一个我的这个粉丝团，然后挂上我的灯牌。我告诉你，我现在叫什么？问题想完了，请问三个金 W 都是有一个问题，不要叫人家王总，人家不愿意。叫王，叫王老板。
印象最深的三个一期生，印象最深的三个一期生，哎，你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回答谁，其他哪个姐姐都会不开心啊。一期生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一期生一起共度了这八年，都是一家人了。每一个一期生其实在我心里都是一样重要的。还有为什么，一个，我说真的，一个是胡美婷，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她是我的第一个室友，但是她在我们没有成团之前，她就是退出了。她是我的第一个室友，她是第一个照顾我的姐姐。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其中有几个像毛毛什么我们都挺好的嘛，然后当时他退的时候我们还哭来着，这个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没有办法就是成团。对，胡美婷。然后还有第二个是默默吧，默默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他有一个，我很感谢的点，就是他现在还是跟我没事就跟我谈聊天最多的人，他也是跟我一起吃饭约饭最多的。对，到现在为止，而且他也是请我吃饭最多的，就凭他请客这一点，跟别人吃饭都是普通吃饭，但是默默会请我，只有默默有他心有这么一个一把尺，就是说他要照顾我这个妹妹，他要给我买吃的，要给我买饭啊。人生在世，吃喝拉撒睡啊，他解决了我吃的问题，这我这辈子忘不了他，我做鬼我都跟着他，真的，默默。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王子杰吧，王子杰殿下，他是跟我们一起成立 SH48 的这个团的人，没有他就没有 SH48， 他也算是我们一期生，他是最特殊的一个一期生，所以我这辈子啊，他在我这个记忆里面绝对啊是忘不掉的一个人，so 感谢，可以吗 ？W 妹妹，W 妹妹，三个金弟弟也可以开始想问题了啊！大表妹妹听到闭麦，大表妹妹我还是爱你的，你是现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最闪耀的妹妹。好了，现在是9:50，下一次的点歌时间是10:05，现在点赞已经有13万了，我们先冲到150,000。每个人可以点3000个赞哦。共麦，你每天就是乱叫我。三个金弟弟，三金弟弟，金金金弟弟啊！
不至于不至于，因为你一直刷存在又没有太大的表示啊，你这个人一点也不厚道。维爱娜宝妹妹真漂亮，谢谢你，谢谢你姐姐，你跟你家，你可不可以加入我的这个粉丝团和我们一起玩呢？啊，是 W 妹妹，你又开始冲了，你太棒了。三个新弟弟，你的问题嘞？对对对，下一次截止时间是10:05，然后当时的榜一呢就可以点歌。努力上班的小胖都是聚聚，哎，你也是个小聚聚，你要努力变成大聚聚。知道吗？人生就是要努力，一直努力，一直不放弃。啊，你看，你就说努力上班的小胖，努力要渗透到方方面面。奶总说好励志，奶总也很励志嘛。问一下有啥影视作品？我已经拍完的还没播的一个是替嫁小才女，对不对？然后一个是九州锁妖记。昨天替嫁小才女的那个负责人还来跟我确认了一下物料，然后我就老惊喜了，我说哇姐姐要播了吗？他说还没有这个通知。无语，恨嫁有点恐怖了，口误。哇，14万了，15万指日可待啊，指鸟可待。拍戏收入是播了才给吗？按理说不是。扣钱啊姐姐，那姐姐也没办法，姐姐也得听上面。会不会找人做宣发？我希望他会啊，我希望他会。下一首歌是几点？下一首歌是10:05，10:05的时候，当时的榜一就可以点歌。现在还是，这个 W 妹妹在榜一，三个金弟弟刚刚和他的 W 妹妹打架，然后没打过，但是但是三个金弟弟还是可以问一个问题。你让我翻你，你就得加入我的粉丝团，挂我的粉丝牌，不然我不要跟你玩。但最后一秒没有打过，奈总。韩语这个好可爱。那你也送一个呀，呀！徐徐啊，徐徐徐！可以讲讲关于青春女的故事吗？过一段时间可以，好像有一个亲你的直播吧？对，应该是5月份的事情。不如把故事留在那个时候再讲，你觉得呢？到时候你一定来看哦，多多给我刷礼物。而且你也没有，哎呀，说了，你们怎么都不挂牌呢？
我们为什么不挂牌给我？弟弟不见了。都不挂牌的，喜欢我的人多点关注，挂我的灯牌哦。还有我们现在啊，我们到150,000啦，才一首歌就到150,000了。好，那我们再撑撑200,000吧，我们再撑撑200,000，希望在下次点歌之前可以冲到200,000。哎，弟弟弟弟弟弟，问了什么啊？ Taco 演戏喜欢什么角色？喜欢什么角色？我目前为止我一直演的都是比较又娇蛮又有钱又任性的那种富家女。基本我的每一个角色要不就是有小允子有点功夫在身上了，就是张哥有点功夫在身上，要不就是有功夫，然后要不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超能力，对，很有超能力这样的角色。所以想喜欢并想演一个其他类型吧，因为我什么类型的人都喜欢。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只要现在有适合我的角色，我不管什么角色都喜欢。主要就是现在好久没拍戏了，好想拍戏。再不拍戏都生疏了。全能老公，我觉得你们都很喜欢看我演腹黑，对不对？抖音收入也要给吧吗？不，抖音就是抖音收入就是抖音和我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抖音用户而已。就喜欢坏女人，她的晚风就喜欢坏女人。你真的是，我发现我喜欢我的人都有点就是这个小 M 在身上的。所以我觉得不排除有一天我的抖音会让公司端了，但是在端之前我们就每天什么都不要想，就开开心心的玩游戏直播就好了，唠嗑互动见面开心，希望这个时间可以久一点。好担心哦，小 M 就是26个字母其中一个呀，就是长这样的。还有5分钟截止下一次榜一啦，目前还是 W 妹妹。三根筋说你应该是 M， 你是 M 码的，我是 XS 码的，我裤子都是 XS 码。你是 XXL。 XXL 说明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啊，福气分我一点福气吧，长度够吗？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的饭拍都穿了一个长袜子，就是袜子包着裤腿的那种。哎，
那种情况就是很有可能我那条裤子肥瘦是正好的，但是长短不正好。蛋蛋就在笑，今年你一点也不努力，蛋蛋。原来如此，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嗨，一座静谧的火山与雪山，你的名字好长啊，你的名字好特别呀、啊！快，快加入我的粉丝团，挂我的粉丝牌，让你的名字成为我们粉丝团里的一个名字吧！不能笑吗？不能，不许笑。老板打架吗？还剩三分钟啦。这个只有两个人在打架，这个奶总啊，这个奶总今天就甘愿在这个第三名。奶总一直不是很想听我唱歌。前 SNH 包贴的时挺喜欢的，是吗？我那个时，我现在是不是还像当年那么吸引你？肯定的，不然你不会来看我直播的。快多看一会儿，更加了解我，你还会喜欢我的。还有两分钟，现在是 W 妹妹在榜一。Taco 解封后会去哪？我要去买蛋糕，我要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然后就把奶油刮了，把蛋糕剩下，是不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理想？到了吗？到了吗？我现在简直就是太紧张了啊 ！W 妹妹，恭喜你！榜一 W 妹妹的点了呼吸决定，我好像也不是特别会耶，我不知道我听没听过哎。
歉。张宇哥不会唱，如果我会唱一句啊，你就得愿赌服输给我表示一下好不好，晒晒。嘿，我会。嘿啊，不会就换。但是我刚刚唱了一个黑，你输了，愿赌服输，你不可以耍赖的。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耍赖你就完了，你就是丢脸了，你就是你就是这个。晒晒，我盯着你呢。光音响都是我，那你们就嗓子准备吧。烟雾里还未散尽的朦胧，走进那扇门，熟悉的温存，能够等着心中狂浪的狂热，何时闭上眼。这个默默的这个高音，微醺后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和骨跳的棉花糖，你脸上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天花板也困不住我们，粉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一圈地转梦幻胡子在浮现，勾勾手指头真的为我轻抖，呼吸快乐享受享受这味道。青春拥抱恍惚间不属于深沉，微醺后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高跟飘在棉花糖迎风，你点香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天花板也困不住我们，粉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一圈地转梦幻胡子在浮现，勾勾手指头全都为我倾倒，呼吸快乐享受享受这味道。哎，你们太给面子了。灯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天旋地转梦幻胡子在浮现，勾勾手指头全都为我倾倒，呼吸快乐享受享受这味道，呼吸快乐呼吸快乐呼吸快乐享受这味道。呜呼，嘿嘿，开心吗开心吗？好开心，好开心。一首换送给 W 妹妹。哎呀，这么长时间不喊call了，你们还是很专业嘛。Uncle Lu，你就冲下一首啊。谢谢 W 妹妹。现在是10:10，下次点歌时间是10:25。晒晒，可以可以呀，可以呀，小小的证明了一下你自己。小小的证明了一下你自己呀，可以呀。
晒晒一跃成为老板了。看，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成为老板就是这么快。现在这个 W 三个金啊，还有这个什么奶总啊，都是老板。但是这个叫奶总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叫奶总，但是他没有点过歌。现在我们的点赞啊，已经到了快十八万。这次点歌之前差一点点冲到20万，那下次点歌之前，希望我们可以冲到20万。还有一个，我看我的橱窗礼物，我橱窗礼物全了吗？啊，礼物展馆还差一个，哎，就全部都冠名成功了。你冠名的这个礼物呢，你送的时候它就显示是你冠名的，是不是很有面子？你笑得头疼啊！哎呀，那你可小小点声笑。蛋总说他要冠名，真的吗？W 妹妹难过 ，W 妹妹为什么难过呢 ？W 妹妹已经接受到我们很多很多的爱了，他在这里不要太开心了。树懒太慢了，对呀，他都说了也别难过，你有什么资格啊说就是猜测别人内心，真的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在这里面都开开心心的。加了我的粉丝团的人呢，就会有很多很多免费的人气票，拜托送一送哦。然后让我的粉丝让我的直播间涨一涨人气。关关上灯牌说话，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最有发言权的人叫你上灯牌。关关，大家都在关注呢。还差14000就20万了。不要点名你，为什么不要点名你啊？你不挂粉丝牌是为什么？嗯，不想证明。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喜欢唱歌的。树懒太慢啦，哎呀，树懒可以他推销一下应援服。对啊对啊，我的应援服要出了，具体的就是获得方式呢，就去看张宇哥粉丝团的微博，然后我们大家都穿一样的，等上海疫情好了呢，我也会多多支持我们应援团出的这件衣服，支持应援团的工作，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一起穿同款。关关可能年纪大了，谁说的？关关可能才18岁，可能才17岁，比你还小一岁呢。
三十三大泥。哎呦，挂了灯牌我就不怼你了。你三十三岁，三十三一枝花，三十三岁一枝花，你现在就是最漂亮最好的年纪。好多人都没有到三十八啊，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三岁呢。再说谁没有三十三岁？牌友，哎，牌友。哦，牌友，我以为 你说他挂了牌就是牌友呢，挺好的呀。你们还有没有牌友啊？能不能叫进来呀、啊？能不能叫进来一起玩啊？玩斗地主也是玩，在我直播间你们点歌也是玩，大家都是玩嘛，都在这儿了。哎呀，树懒太慢了。谢谢树懒太慢。有的已经上灯牌了，谢谢你们牌友们，你们现在也是牌友，你们是挂了我灯牌的牌友。树懒太慢了，谢谢你。树懒抢冠名了，对对对，你们不知道啊，冠名是可以抢的，所以得到冠名呢也不能太安心，因为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想得到这个冠名的人就来抢你的冠名。你说没有冠到名也就算了啊，冠了名又被抢了，一定要守好塔呀，大家。快200,000点赞了，呜呼！哎，下次点歌时间是多少来着？25分，对对对。哦，这还没到呢，200,000大关达成，希望我下播前可以到20。搞个小目标吧，希望我下播前可以到300,000。下播前还有到300,000，我今天还会唱两首歌。那么狠 ，Oh my kitty, oh。美丽不打折说100,000，好呀好呀，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小定一个300,000。明天呢就是400,000，后天就是500,000，然后大后天就是600,000，大大后天就是700,000，大大后天然后最后我们就定一个小目标1亿。还有没有想问我问题的呀？一个嘉年华就可以问我你想问的问题哦，我什么都会答应你。你们还没有摸清我的套路吗？我基本是做一休一，或者是做一休二啊。树懒老板冠名一个奏响人生吧。哎，我还差奏响人生吗？还有奏响人生是空着的，朋友们。然后如果我的礼物展馆都满了的话，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呢。还有5分钟，我的榜一榜就要截止啦。哎，我们刚才说是20还是25啊？好，25。
近我又有点想要看动画片了，因为最近就是翻短视频啊，或者是翻什么很多嘛，然后就会看那种就是动画片总结，然后我们就是很想真正的就自己去看一看。老本在家，我们开开眼吧。这一次不知道还是不是 W 妹妹，我看什么了，好多那种猎奇的啊，就比方说什么那种恐怖的，比方说啊，那个少女是人偶，然后就是这儿一个胳膊那一个腿儿，哎呀天！但是意外的有点想看。还有三分钟，我的榜一榜就要截止了。今天有点可爱，我哪天不可爱呀？金田一不是金田一，就是随便，我也不知道，可能在就是国内那些动画的网站都没上。我们还有两分钟就截止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你就冲一冲榜一，我可以唱给你们听。我怎么看的？我就是看人家就是做的五分钟看完一部动画这样。W 总稳住， W 总会稳住的， W 妹妹会稳住的。奶总不点歌吗？奶总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不愿意听歌的人，听的歌都太老了。没关系啊，老了我还能跳舞啊，不会唱了我就可以跳舞。谢谢喜欢的朋友们，请加入我的粉丝团，关我的粉丝台哟。排位基本没有变化，就是说虽然刚刚树懒冠名的礼物，但是他并没有冲到前三，他现在是第四，所以这一次的点歌机会还是 W 妹妹的。直播间失去了贵气吗？哎，不知道，可能大家都，你们不想跟我一起贵气了吗？我已经没有人气了，我已经不贵气了，今天的我不贵气。W 妹妹，你可以点歌啦。虽然我不贵气，但是我还是有一副嗓子。好，一首遇见送给，哎，你是不是孙燕姿的粉丝呀？你点的都是孙燕姿的歌。
要是不会我就关不了。我试试好吧。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听过一首遇见送给 W 妹妹。今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好听好听呀。好听吗？现在是10:29，算10:30，最后一首歌将在10:45的时候送出。晚风。你们不要互相撅了。这个鸭姐要是说因为你以后吃鸡不唱歌然后就送我嘉年华的话，那就证明你在她的心中比我要更重要。那我可是要嫉妒了。哦，你预定了歌单啊 W 妹妹。大家都很好奇我就是为什么今天戴了一个帽子嘛，但是刚刚我嘴硬我就说哎呀我想戴，但其实我今天想录一支舞，但不一定能跳好，录得好我就放出来，录不好就算了。
是一个比较帅帅的舞蹈。对，现在已经就是觉得啊，不行了不行了的朋友，有能力的朋友冲一冲榜，一点一点歌吧。有没有朋友送一送免费的人气票，也可以帮助到我哦。我还有跳不好的，有啊。现在谁又是啊轻轻松松出道的呢？每个人都很厉害。最厉害，我最厉害。等我有了一个自己，然后大家都会翻跳的那种舞蹈，自己的大家都会翻跳的那种舞蹈，我才厉害。那我现在就会每天看到底是哪个舞蹈比较适合我，哪个舞蹈比较帅，然后我就会去翻跳。关不掉，确实我的关不掉啊，是我自己设计然后编舞的，现在后辈们也在翻跳。这个刷屏的这个海姐静妹妹，这个人我不要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挂我的粉丝牌。叫734的，刚刚开播嘛，不是开播很久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点歌的机会，就是说10:45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次点歌的机会，你如果冲到榜一呢，你就可以拥有一次点歌的机会哦。好了好了，不要今天就不说嘉年华事情了，今天我不说嘉年华了，我就是要唱歌，我就是要唱歌。我今天在这个直播间的目的就是为了唱好歌。我没有想跑，说好了是最后一首歌。谢谢。该不会是激将法？我觉得不是激将法。聪明的人会 get 到，笨的人就 get 不到，所以这不算一个激将法。所以你们有 get 到我什么意思吗？在阴阳对吗？哎呦，说的这么见外啊！我哪有在阴阳，我在这个直播间都是有话就说的，毕竟你们都知道我的性格，我只有对自己人我才会就是说话比较放肆。我对你说放肆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我客客气气的就反倒想我在这个性格重要吗？没想到到今天你们还是这么见外。你是笨蛋请明示，冲榜一。
好呀，喜欢我的请挂一挂我的粉丝牌哦，点一点关注，挂我的粉丝牌，加入我的粉丝团，我们一起来玩子墨道长。想要听我唱关不掉，刚刚 W 妹妹也是本来准备点关不掉的，但是如果听了你这个呢，她 听了你说你想听关不掉，她肯定要换歌了，她肯定要换歌。如果她拉过还是第一的话，她肯定要换歌，你就听不到了。你不换，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跟我一伙的？你就说你就说，如果你想听我就换，能怎么样啊？你是笨蛋吗？打配合都不会的，我不要跟你玩王者啊，你这种人。我别逼人家，他跟你握手，太气人了！弟弟妹妹，你们啊、哦，看来你们两个是王者队友。你们跟我都不是队友，我们做不了队友。我肯定是另外一方的百里专瞄你的那种。跟我啊，宝山张百里碰见了，我在家里都能，你在家里我都能把你秒掉。怎么被我宝山张百里吓到了？是不是？你徐慧鲁班最烦鲁班，每次就是鲁班跟我比手长啊，我也是盯着鲁班打的那种，而且、啊、有的鲁班很聪明的，有鲁班他就摸清了我们百里的套路。然后明知道我们会蹲草丛，他们就在草丛里面蹲着，然后过来偷袭我。还有，哎，还有最后一分钟。我现在练别的了，我现在可是云中君了。45，对，他的 SHE 45分截止。Hello， 刚刚来到我直播间人，喜欢请点点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我们一起玩吧。讨厌云中君天天抓你，那不好意思，我就是想当你那个讨厌的人。还打阿珂，阿珂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你珂字是不是打错了？云中君，
中君其实挺好玩的，昨天我第一次玩，就是云中君就是很简单，然后很容易上手的那种。哎，你们不要在直播间自己聊起来好吗？你们跟我聊，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坐在这里，你们不跟我聊，你们自己聊。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你们想聊天，你自己加微信好不好呀？如果这是什么免费的，就是这个啊，供你们就是交友的这么一个平台吗？真的是好像你们万一在我这边成了的话，我是不是要随份子钱啊？真的是，当我们这相亲平台了，真的是，谁要跟你分配对象啊？真的好笑嘞！哎呦我的妈呀！我可没有兴趣当这个什么什么红娘啊，真的是。我还得对你们两个负责，是不是？以后分手了还得找我来。我不给你们讹我的机会，不要在我这成，也不要在我这分，好吧？我现在就把话说明白了，就在我这儿啊，不要让我看到任何的暧昧。真的是气到我的瞬间爆炸哎！搞笑嘞！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你们不那个的话，就是 W 就不点歌了。你们不冲榜运的话 ，W 妹妹就不点歌。她说她不要点歌了，她说她不要就是那个让你们免费听歌。他没说，他刚才跟我统一战线了，他没说的。哎，他是跟我一伙的。还有一分钟，我们的点赞现在是多少呢？有没有啊？23万。哎，好，最后一首歌呢，还是要当，还是 W 妹妹来点歌。但是 W 妹妹可能她就是说。觉得自己很亏啊，但是今天 W 妹妹是赚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抄他啊，让他这个就是想要斗争的心都没有被满足。你再送一个没事，真的。华子呀，不是嘉年华呀，不是呀，我还以为是华子呢。点歌吧，主播不是有点小失望？主播觉得今天的游戏一点不热烈，主播
我简直丧失了植物的斗志，关不掉。今天关不掉，可能没有那么一点点小性感。送上一首百万版的《关不掉》。哎呀，等会儿，哎，张宇哥的《关不掉》在哪？这个就是张宇哥版本吗？不是，这个是徐寒版本。没有我的版本，放视频吧。这个还自带欢呼声呢，摆烂版的关不掉。
你们今天一点也不配合我，一点也不想跟我玩，我不开心了，我要想想我以后要不要直播玩游戏了。一点也不开心，一点也没有动力。你们也不想问我问题了，也不想听我唱歌了，也觉得我无聊了，也觉得外面的小姐姐好看了。走了，拜拜拜拜。好了，拜拜拜拜。我不播了，我要去录舞了。不然一会儿再播一会儿就没有劲儿跳舞了。好的，那作为交换，我录的舞要好好的给我点赞哦，要多多评论，多多点赞，多多刷播放量哦。爱你们，拜拜，约定好了。